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要保护的人，他是没错，就是你。我的救命恩人告诉我，重火姑目前处境艰难，而你涉世未深，一定是危险重重，所以他委托我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安全。哦，难怪你英雄大会上对我出手相助。山王公子，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啊？他为什么要保护我？以后你就会知道了。对了，楚姑娘，此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，明白吗？从今日起，我会保护好你，不受到任何人的伤害。